一个晚上没有回来，什么情况嘛？我倒物业调了那个监控录像看过了，无忧昨天去敲了隔壁小何的门，然后又打了一个电话就跑下电梯了。啊，那小何呢？小何昨天也出去了，到现在也没有回来。啊！我早就跟你讲过，隔壁那个小子不靠谱啊，他们俩会不会在一起啊？他会不会把咱们的无忧带坏了？那你去小何家再找找看呀。 找什么找？门都快砸漏了，找什么呀找？肯定没回来的。行了，那我去阳台上看看。阳台上什么？你是要看隔壁？对，看看隔壁。来来来，看看。回来了吗？哎呀，这哪儿呢？哎呀，你怎么这么沉啊？你不能。真的是。等一下，我自己找。什么情况啊？ 好了好了，当然不计小人过，你真是倒了霉了。这老天要知道这样的话，我就不应该把你弄伤。你说万一以后你真好不了了，找我讹钱怎么办？我可不会负责任。绝对不会。闭嘴吧你！你为什么那么野蛮？你能不能温柔一点？你能不能不要说话了？我能怀着人道主义精神把你拖回来就已经不错了，从来没有觉得这条路这么长过。慢点，无忧。 你这个臭丫头，一晚上都不回来，还在电梯里面勾肩搭背、搂搂抱抱，什么意思嘛？哎呀，慢！不是，他受伤了，这只脚受伤了，怎么搞的呀？怎么脚受伤了呀？不不不，没事。老吴，搭把手，搭把手。不用，行，不用扶。你看，不用了，赶紧去我们家，让老吴啊帮你检查检查。老吴以前是做市场医生的，不用不用。走，哎呀，老吴。 老吴，哎，老吴，这儿走。阿姨，我跟你说啊，要是伤到骨头，有个好歹，我们家无忧啊，要伺候你一辈子。不用不用，阿姨。啊，我跟你说，你说你出去的时候好好的，现在回来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？回去我要好好跟你算算。真的没事，我来，进家去啊，小何，来来来，不是不是，阿姨，进来进来，不要客气了，阿姨不要客气了，进去吧进去吧。 你没事情吧？没有，那就好啊。阿姨，阿姨，来来来，阿姨不用，不用。阿姨真的不用。哎呦，小何啊，你别动啊，千万别动啊！来来来来来，脚架起来好吧？不用不用不用。啊，哎哎哎，别动别动，老吴啊，什么白花油啊，红花油啊，伤筋膏啊，跌打损伤膏啊。哦，对了，还有红酒白酒，通通拿出来吧。 哦呦，搞得你像赤脚医生嘛，还红酒白酒，搞得跟过年似的。不是，别动，什么事情啊？无忧啊，哎，去打盆洗脚水，让小何擦擦脚。什么？你让我去给他打洗脚水？人家的伤不是你弄的呀，去。